我们现在在洱海边上扎营了哈，这个地方呢是原来的路改建了哈，改建了之后呢，这条就成了一条废弃的路，到前面就到尽头了哈。我们就在这地方扎营了，准备在这儿停个十天半月的啊。这个我们的车门打开就可以看到洱海边哈。这个呢是一个河北的朋友哈，哎，前两天我发了视频说大家约着见一见，然后就开始有朋友要见面了啊。2018年的圣诞节啊，我们现在在洱海边上吃火锅，鱼肉火锅，看着辣啊，给力啊，好不好吃？同学们，好吃，好吃，是不是煮的不好吃？你们不，苏伟新的话不行的啊。吃红辣椒，辣椒呢？吃火锅。来了，灵魂。注入灵魂。菜，你吃泡面啊，老大。喝水过来吃吧。还没洗脸。啊。还不在这里。我要是觉得是你们觉得有没有
不敢吃。啊，我们车上只有白酒了，出去买了点啤酒回来，走。酒还没有到位呢，酒到位了才能开始拍人生。